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5月6日，有媒体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组邢昭麟与一神秘女子约会的照片，引发网友热议。当天，邢昭麟携神秘女生在篮球馆内打球，女方一直贴心陪伴。邢昭麟身穿黑色短袖，戴着黑色鸭舌帽，神秘女子身穿白色短袖，扎着马尾辫，颜值挺高。邢昭麟休息时不忘和女方互动，两人相谈甚欢，期间女方还摸了邢昭麟的腿，很是亲密。之后邢昭麟又上场打了会球，等到散场后，两人一前一后走出场馆，同返酒店。第二天两人外出吃饭，邢昭麟还亲自为对方剥虾，还亲自喂到女方嘴里，两人还共吃一只虾，两人完全是小情侣模式啊。相信大家对邢昭麟也是十分熟悉了。2017年《楚乔传》因饰演岳七一角而被观众熟知，那时就觉得他的演技很不错。七月主演古装剧《双世宠妃》，因饰演男主角莫连城而走红，并凭借在该剧中的出色表现获得2017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潜力电视剧男演员。奈何之后的作品没能激起太大水花，不过因为和女演员梁洁合作太多次，且剧中都是高甜 CP， 因而二人有大批真人 CP 粉，其本人也被称为甜宠网剧专用男主。去年12月，有媒体拍到了邢昭麟与北电女学生在电梯亲热照片，女学生还身穿浴袍，被怀疑有新恋情曝光，可是邢昭麟方并未回应。如今又被拍到和白山女生互动亲密，不知道这次会不会出面回应呢？希望邢昭麟能持续带给我们好的作品。声明：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如果有侵权，请联系删除，谢谢。And， 他走了，他走了。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，老板。